猫头鹰时间是由以下商户特约赞助播映：新丽门窗、澳门街、缤纷邮轮。上個星期咧，我哋同大家講過啦，原來咧廣東話咧真係好正啊！係啊，譬如同一個字啦，有唔同嘅讀法喎，唔同嘅讀法咧有唔同嘅意思喎。啊，即係等於我哋嘅環節啦，係正能量online， OK 嚇個正字，一係話係正當嘅正啦。啊，因為好正嘅正。嗱，講起正音正字呢樣嘢咧，其實有好多人講嘢都真係咬字唔正嘅。边个男人不停咁对住我笑，一定系取笑我啦。嘿，嗰个可能系误会啫。系唔系误会就先唔讲住，但系你哋嘅发音就有啲问题啦。吓，我哋嘅发音有问题？系啊，你哋有懒音啊。首先，男同学嘅男声母系呢。读的时候要有鼻音，应该是男同学。哦，原来是男同学。你都是未有鼻音，你都是回家练习下啦。到你啦，误会的误是 NG 鼻韵，读的时候除了有鼻音，嘴巴也都要张开，应该是误会。哦，原来是误会。没错啦。啊，今天是你做值日生，还不快点去擦黑板。嘿，你又有懒音啦。值日生的生是 NG 韵尾，读的时候嘴巴要张开。黑板的黑是 K 韵尾，读的时候嘴巴亦都要张开，应该是值日生黑板。哦，原来是值日生同埋黑板，啱晒啦。啊，今日有常识堂喎，杜主任咧要考我哋咧有关中国嘅地形，你哋温熟咗未啊？我都未温熟。咁你呢？我就梗係温熟啦，但係你哋身为中国人竟然将中国嘅国读成中国，就有啲离谱啦。嘿，对唔住，我知我係中国人。嘿，我都係中国人。果然係孺子可教也。耶、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像这两位同学那样经常发懒音呢？如果有的就快点纠正过来啦。各位同学，欢迎参加改善懒音训练班。那为什么会有改善懒音训练班呢？就是因为很多观众都说我讲嘢同埋唱歌都有懒音，那既然有懒音，那我们就要去面对这个缺点，所以我就拍条片跟大家一起改善懒音了。个懒音个懒字好像有懒音。首先讲一下为什么我自己本人会有懒音，讲一下我的背景先。我是一个80后，我由小学到中学读书都没有老师跟我讲过我有懒音的。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你们咁着重懒音这件事，由小到大是没有人跟我讲过我有懒音的。由小到大读书读英文会教拼音，读普通话会教拼音，但是广东话是没有人教拼音的，中文科也都没有讲有懒音这一回事的。所以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呢，可能由小到大都不知道自己是会有懒音的。现在都生存了20多年了，既然知道自己有懒音了，现在我们就去进这个改善懒音训练班。以下下来我会跟大家读几个词语，首先我们大家一起读，读完之后
再听下正確嘅读音。好，我哋依家开始一齐读啦。第一个词语，恒生，我唔知啱唔啱噶。恒生，第二个恒生，我觉得呢个读得啱，呢个经常犯错呢个。朋友，呢个系我女朋友，呢个系二奶。贫穷，演讲，跟住系追讲，有咩分别呢？应该系演讲，唔系演讲追讲，应该系咁。计划，圆滑，有咩分别啊？呢个系橙，呢个系橙。以上的读音未系最正确噶，系我自己凭我嘅知识嚟读出嚟噶咋。唔好话我读错住啊！冷静、懒惰，你好，有鼻音嘅，你好，跟住理想，冇鼻音嘅，有理音嘅，理想。跟住呢个系你哋捉我错处嘅之前，肝脏、肛门。跟住依家我哋听住呢个正确读音嚟读啦。呢、这个正确读音咧系根据呢个粤语审音配词字库嗰个网站，根据佢个嗰个女人发声器同埋佢个拼音作准嘅。有咩错就揾佢啦。大家上呢、这个上呢个搜寻器度打中文字典，第一个就系佢啦。粤语审音配词字库急口令嚟，应该系好。跟住依家听住正确读音嚟读一次啦，大家一齐。好啦，依家听恒生恒。生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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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是有分别的。朋友朋友贫穷贫穷演讲演讲追赶，喂，有咩分别啊？追赶、演讲、演讲、追赶、追赶，我唔识分。计划，计划，再嚟一次。计划，计划。圆滑，有咩分别啊？圆滑系咪个口型嘅分别啊？一个系滑，一个系滑。橙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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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人嘅时候唔好讲冚家铲，系冚家铲。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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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懒惰，有咩分别啊？有咩分别啊？懒惰，听多次先。冷静冷静懒惰懒惰，你好。你好，理想，你唔系理想，肝脏，肝脏，个口擘得冇咁大，肝脏，肛门，肛门，其实有啲我都唔系好分得清楚嘅，我唔知系我耳残定系口残啊。如果大家识得点样分呢？留言话俾我听啦！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或者你啲亲戚都有懒音嘅话咧，咁你 send 呢条片俾佢哋睇下，叫佢哋改善一下啲懒音啦。但其实懒音都唔系好影响日常生活嘅啫。原来有懒音，但是我想问，系啊，咦？不过讲开又讲，够钟落台咯，都未响钟吓，响咗啦，你听唔到咩？系咩？哦，响咗就顶唔起。总之我哋要讲嘢要讲清楚啲，系咪？咁嗱，广告翻嚟咧，会同大家介绍一啲好靓嘅首饰嘅。嗯。
猫头鹰时间是由以下商户特约赞助播映：新丽门窗、澳门街、缤纷邮轮、帝豪名宴。猫头鹰时间是由以下商户特约赞助播映 La Belle Lash Beauty Boutique Wheel John Realty Inc 李嘉欣 Ferry 设计品牌唯一云吞。话啦，而家啲人都唔系好戴手表噶啦，要睇时间，睇下个手机咪得咯。嗯，阿 Ken 啊，其实咧，我知咧，有啲人讲呢啲说话咧，我觉得咧就唔够潮，唔够 in 啊。因为咧，其实咧，手表咧唔单止咧系睇时间嘅，其实咧都系一样好靓嘅饰物嚟嘅。嗯，绝对同意啊呢一种讲法。其实咧，戴手表、戴饰物都好啦，系好体验一个人嘅嗰个品味同埋。係啦，咁我知道咧，今日咧，我哋咧就請咗一位咧，就係 Ferry 設計品牌嘅係宣傳嘅代言人啦 ，Chris Lee 咧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同你介紹一啲好靚嘅飾物。Chris 你好啊，你好，係啦 ，Chris 首先同你介紹咧，其實 Ferry 呢個品牌係幾時開始出現嘅咧，同埋佢有啲咩嘅設計嘅理念咧 ？OK， 首先好多謝 Michelle 同埋 Ken 咧邀請我嚟 Wow TV 咧接受呢個訪問啦，咁仲有就係介紹我哋公司嘅品牌。其實咧我哋公司 Ferry 嘅話咧，我哋個公司名叫 Global Wealth Trade。咁公司已經係喺加拿大已經係十年嘅時間，今年係我哋公司嘅十週年。喺2005年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公司嘅總裁 Mr. Remy Mascalu 咧，佢就將傳統佢本身佢係第四代家族嘅珠寶生意，係將佢係轉成一個網上嘅銷售。咁設計咗咧就係自己成立咗一個本土嘅加拿大品牌。咁我哋其中咧 ，Ferry 只不過係我哋一條嘅一個珠寶嘅設計。我哋其中仲有 Porsche 啦，我哋仲有鑽石嘅系列 Ferry Mosh。哦，就咁多嘅嚇。係啦。咁我知道咧 ，Chris 咧今日咧亦都有一條嘅短片咧係帶俾我哋咧，係介紹一隻咧好靚嘅錶嘅。不如咧我哋一齊睇下呢一個嘅短片先好嘛？哇！咁頭先我哋見到呢隻錶咧，我諗哇，好多女士都真係好中意啊，好靚啊！咁我見你手頭上呢一個雜誌咧，亦都係有同樣一隻錶嚟嘅，係咪咧？係啦，咁啊，同阿 Ken 同阿 Michelle 介紹一下啦。咁啊，呢本雜誌嘅話咧叫 Perfect Magazine， 咁喺其實 Chapters 都有得賣嘅。咁喺2011年嘅時候嘅話咧，呢本雜誌係將全世界十隻名牌嘅手錶嘅話咧，係作為最矚目嘅十大名牌手錶之一。我哋公司嘅 Ferry Patterns 嘅話咧，係介紹我哋嘅手錶嘅。咁呢個手錶咧係全人手用19K金，係我哋公司嘅專利係去做嘅。咁超過349粒嘅premium grade 嘅一個 diamond 啦，係 handset 做落去嘅，亦都係我哋公司嘅一個傑作啦。咁我哋好榮幸係被評為十大最矚目嘅手錶之一，評為全球。係啦，咁呢就係我嘅 Ferry Pestons， 係啦。係啦，完咗之後可唔可以借我戴一戴？哦，無無人歡迎，可以隨時上我哋。女士、男士都啱嘅咩？呢一隻嘅話咧，我哋係 customize 嘅。咁如果女士嘅話咧，係想係做，因為我哋有三隻顏色，有一隻嘅話，我哋係19K嘅玫瑰金，有白金同埋champagne gold嘅顏色。咁隨時嘅話咧，大家可以上我哋公司去
customize 去自己去選配去做我哋嘅手錶嘅。即你可以自己揀設嘅係男士或者係女士用都得嘅。係啊，可以。我哋公司有呢、這個有呢個自由選擇嘅一個系列嘅，其中我哋嘅鑽石系列。係啦，咁我其實咧 ，Chris 今日咧除咗介紹呢啲靚錶啦，咁我知道咧亦都係 Ken 隔離咧有三位嘅靚女啦嚇，咁三位嘅靚女 model 咧都帶咗一啲係 Fairy。品牌的一啲嘅飾物，咁啊 ，Chris 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好嗎？好嘅，我先介紹我哋嘅第一位 model 啦 ，Angel 啦。咁 Angel 嘅話咧，係戴緊戒指嘅話咧，就係戴緊我哋嘅925 Fairy 純銀嘅系列。耳環亦都係一樣。咁我哋嘅 pendant， 咁我就統一介紹啦。咁我哋呢一個Fairy 925嘅純銀系列嘅話咧，我哋係用咗德國嘅導白金嘅技術嘅話咧，係將純銀嘅表層嘅話咧做到嘅白金。嘅一個系列咁樣樣，而且好多人話：，哎，戴純銀我會敏感啊，會過敏啊。咁但係我哋公司嘅 Fairy 咧係唔會嘅，而且咧你見到閃嘅石嘅部分嘅話咧，我哋係採用三個 A 嘅蘇聯鑽，咁而家都好興嘅。但係有啲咩唔同呢？我哋公司咧係用真嘅鑽石嘅切割，去將佢逐粒逐粒人手鑲嵌去我哋嘅首飾上邊。咁你見到我哋嘅 Fairy 嘅話咧，而家我哋嘅總公司已經有超過1500樣嘅 Fairy 純銀系列嘅話咧，已經係做到噶啦。喺過去十年，咁亦都喺2015年嘅話咧，我哋公司已經將我哋嘅925純銀系列嘅話咧，將佢提升到950嘅純銀嘅系列，亦都係我哋自己嘅專利嘅產品。咁啊 ，Angel 前面咧，我哋亦都有我哋嘅皮具袋嘅系列啦。咁點為止係本土100%設計品牌咧？就係我哋袋嘅系列嘅話咧，係我哋嘅滿地可做嘅。咁我哋亦都2015年嘅話咧，公司喺葡萄牙設咗我哋嘅廠，係專門負責我哋嘅鞋啊、我哋嘅皮具咧，全部喺葡萄牙我哋嘅廠去做設計我哋嘅皮具系列。咁呢個就係我哋嘅 Fairy 嘅系列。多謝你 ，Angel， 係啦，咩個？咁跟住中間個靚女上面咧，哇，好多金色嘅首飾喎，又同你介紹一下。好啊，嗱，又介紹一下。咁喺衣著方面嘅話咧，第二位 model 啊 Lisa 嘅話咧就比較fashion 少少啦。咁我哋嘅Porsche White 呢個系列嘅話咧，就係2015年新嘅一個系列，係令到唔同嘅女士咧，係去唔同嘅場合嘅話咧，都可以係。佩戴到不同的色合，它可能會比較誇張一點，因為我們想讓人有一種 wow 的感覺，好像 wow TV 一樣，一種 wow 的感覺。因為那個 wow 的感覺的話，就是我們的 Porsche 的一個系列設計系列出來的。那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第三個 model， Dennis。 那 Dennis 的話，你會看到我們有戒指，也都有我們的 pendant 紅色，還有我們的 Fairy 袋的紅色系列。因為其實一年有很多的節日的，送產品送珠寶產品就不是特定的日子，其實新年啊、Christmas 啊、聖誕節啊都可以的。那我們採用了中國紅的一個比較突出的一個系列啦。那你看到的話呢， Dennis 的戒指的話呢，就是我們的925純銀系列，再包了這個 22K 的黃金的一個設計系列。還有我們的袋呢，都是我們全部都是由加拿大設計，我們由自己設計自己生產，再自己做宣傳嘅，係自己統一去做嘅一個公司，真係好靚喎！其實阿 Chris 啊，咁你講到呢啲飾物咧，你覺得如果你女士咧係買呢啲嘅飾物啊，同嗰啲衫嘅穿著，你覺得有啲咩嘅配搭嘅一啲嘅秘訣喺度咧？其實咧秘訣嘅話咧，就係當然根據翻自己嘅特色啦。其實珠寶咧，始終都係一個佩戴。是旁邊係錦上添花的一樣嘢嚟嘅。咁我哋公司嘅話咧，2015年同2016年嘅話咧，已經加入咗好多唔同嘅顏色嘅寶石係配搭落去。咁所以令到咧係有更加多嘅生氣。譬如話有啲人話，我想喺夏天嘅時候揀啲summer嘅 collection。喺冬天嘅時候，我想重啲嘅時候咧，可以選擇我哋950嘅一個純銀系列。譬如啲後生嘅男女士嘅話咧，亦都可以選擇我哋嘅自己嘅專利產品，我哋嘅烏白金啊，我哋嘅斯泰納金嘅一個新嘅系列，喺市場都仲未有嘅，只有我哋公司可以選購。所以其實珠寶嘅設計場合係自己中意嘅。咁當然啦，譬如話好似兩位嘅話咁專業嘅人士嘅話咧，就可以自己可以配搭唔同嘅一個新嘅一個 combination。亦即係話咧，其實男士都有啲系列噶咯喎。係啊，男士嘅我哋公司嘅話咧都有唔同嘅系列嘅，譬如話好似我哋嘅袖口扭啦，我哋嘅烏金啊、手錶啊、戒指嘅系列。哇，真係好靚啊！咁阿 Ken， 我諗睇完咁多，真係哇，我樣樣都中意喎，真係。你啲話有心水噶啦，樣樣都中意，真係。係，咁啊，接住落嚟咧，不如我哋。學一下啲 in 啲嘅語言啦，法文啦，冇錯啦，學咗啲語言可以去法國咧 shopping 啊，靚嘢。係啦，咁我哋今日嘅今晚打老虎呢個環節咧，睇下又學啲咩嘅法文咯噃。好啦，好開心啊！嚟到呢個今晚打老虎呢個環節啦，我哋今次繼續有呢個 Victoria 同我哋一齊教下我哋講法文啊。
Hello, Victoria， 上一次你跟我們講了很多這個法文的怎樣講這個正確的名牌子的讀音，很多很多的牌子我們知道怎樣 shopping 的時候不會失禮人但我講到時裝，我知道其實時裝也有分兩大類，一個就是高級訂製服裝，一個就是這個ready to wear。 其實這兩個都有個 term 怎樣講的呢？高級服裝就是 haute couture， haute couture。 Ready to wear 呢？Ready to wear 就是 prêt à porter， prêt à porter。 我還以為是讀這個什麼 Peter Potter 我還以為 Harry Potter 有關係，原來讀音是不同的。 prêt à porter。 說回這個時裝之外，其實呢法國很多時候除了時裝品牌之外，還有很多化妝品和美容品牌都是來自法國的，他們都有些法文名字，不如跟大家說一下。上個星期教過大家有幾個牌子化妝品都有的，譬如 Yves Saint Laurent， Yves Saint Laurent 他們的應該是唇膏都很出名的，也都有 Chanel， Chanel 和 Christian Dior， Christian Dior。這些呢這些牌子他們又有做衣服，也都有做這些化妝品的。有些只是化妝品那些美容品那些，那又怎麼說呢？很大間的就是 L'Oréal， L'Oréal， 他們下面其實有幾個牌子的，有一個就是 La Roche-Posay， La Roche-Posay， 也都有 Vichy， Vichy， 他不是 L'Oréal 牌子的，有Lancôme， Lancôme， 亦都有 Guerlain， Guerlain， 又有Clarins， 有另外一個是 Yves Rocher， Yves Rocher， 同埋我最中意嘅咧 L'Occitane， L'Occitane。L'Occitane 做有很多護膚品添啊，直情係啊，我哋好多時依度皮膚乾燥啊，咁都會搽啦咁樣。係啦。其實有講法文啊，其實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就話點樣可以唔會亂嚟咧，讀錯咧？好多時唔可以當英文咁讀嚇。法文有好多唔同嘅，譬如 accent 咧，佢每一個英文字可能係似英文字母，但係佢如果有個 accent 嘅咧，咁啊讀音咧就有少少唔同啦。譬如 L'Oréal。佢個 E 字係有個 accent 嘅，咁就所以係 L'Oréal 嚇。咁呢啲品牌名其實有冇分？話我知道有陣時會分佢話有依、這個Le 啊 La 咁樣，會唔會有啲咁樣？有嘅，咁通常咧法文咧，佢每個 noun 前邊咧都會有個 Le 或者個 La 嚇。咁依個係只不過係好似英文嘅 A 或者 The。是一個很普遍的東西，名字有時會有，有時會沒有。謝謝你，那我們下個星期再教我們講法文。好啊。哇 ，June 啊，同你做呢一 part 咧，我真係好大壓力啊！點解咧？因為你係老前輩啦，乜嘢經驗又豐富喎，做主持啊口齒伶俐，我啊唔係啦，我新仔嘛。最弊你寫稿都係老前輩咧，我都係照稿讀噶，去背你嗰啲嘢出嚟，你自己讀翻自己寫嘅嘢，應該冇乜難度啫，係嘛？講下講下又好似係喎，不過跟住落嚟呢個環節咧，你都係駕輕就熟。點解咧？因為講唱歌。哦，我知啊，你梗係講緊你的歌獻兒康啦。咦，不如我哋而家就聽下 Eric Lai 嘅歌聲啊！好啊，我知道 Eric Lai 咧好犀利啊，佢係一位博士嚟嘅喎，唔單止唱歌叻，寫書添啊。佢有本書叫做《小心女人》，但我就知道佢首歌唔係《小心女人》咧。You're gonna meet some gentle people there.
for those who come to San Francisco. Summertime will be a loving day in the streets of San Francisco. Gentle people with flowers in their hair. All across the nation, such a strange vibration. People in motion. There's a whole generation with a new explanation. People in motion. People in motion. Those who come to San Francisco, busy shed some flower in their head. If you go to San Francisco, summertime will be a loving day. If you come to San Francisco, summertime will be a loving day.猫头鹰时间是由以下商户特约赞助播映 LaBelle Lash Beauty Boutique Wheeljohn Realty Inc 李嘉欣 Ferry 设计品牌唯一云吞